看，看，能不能不压着睡呀？感叹号呢？感叹号呢？呀，不让摸呀？海燕儿，咋回事？我一摸，你还挺有脾气的，这么小就有脾气啦？呵，把感叹号给我拿出来！不行，你们在这挤着，挤着，来，活动开。不让我拿，这海燕儿。来，这个小白，这个小白走得很利索啊。看感叹号，还在睡得很香。醒醒喽，看你肚脐怎么样了啊？哎。看看感叹号的肚脐，已经好了啊，已经全部痊愈了。就是他身上这些啊，这些，然后这个干巴掉了之后，看吧，你看看看，都压他。等他身上这个干巴掉了之后啊，这一块一块的，你上边去，上边去，就好了啊。你看没，结巴了。但是一直给它喷着碘伏呢啊，这小肚子吃的圆丢丢的，你得跑跑消化消化，消化消化，知道吧？看看，彻底好了，它肚脐这块，你躺下。我给你喷一下行不行？躺这儿。呀呀呀！你别压它了，小海燕，你可坏了！你看没？压你们，就在这坐着。你看没？压它，压它。小海燕刚才还，我一摸它，还冲我。看，我看你有多厉害，看，看，咬我，看，咬我，这小奶狗奶凶奶凶的，你是不是小奶狗？挺厉害，看，你再多一点儿啊，啊！是不是奶狗？你是不是小奶狗？奶凶奶凶的，啊！你看人家都没事儿，看，你看，看人家没事吧？就他。你还对我凶不凶？看没，那俩爪子还扒拉我呢。看看有多凶啊！看你有多凶。咬我，那俩爪子扒拉我，看没，看没。这么小你就凶，你看他这劲儿，看他这劲儿。不服是吧？不服能不能叫过我？能不能叫过我？咬我是吧？咬我是吧？你有没有牙？有没有牙呢？还就咬我？这小海燕的脾气，跟你妈有一拼是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呀呀呀！你妈在数落你。不能咬主人，
不能对主人凶。你看看，呵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还，这能上吗？他自己用劲儿上我的手上。呀呀！哎，尿糖泥，咯吱咯吱咯吱，咯吱咯吱咯吱，还凶不凶？还对我凶不凶？呵，还凶不凶？啊？对我凶。这嘴里有啥呀？啊？还凶不凶？不凶啦？被我征服啦？还咬我，你还没吃那嘴。看你咬我，你看你咬我，你在咬我，你在咬我，在咬我，过两天不喂你吃的，咬我，咬我，咬我。你看没？20多天的小奶狗，都想咬我了。20天的小奶狗，你在咬我。手舞足蹈的还咬我不？咬我不？还咬我不？你看，还咬我不？可咬我不？他俩手抱着我，你小可爱，你的小可爱，你的小可爱，你是高兴的还是生气的这种表情？小家伙，目前是发现这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小家伙，奶凶奶凶的这小家伙，嗯，还是往上跳，还是往上跳，找团队去吧。现在小感叹号在上面。哎呦，行啊，这小家伙长大绝对是不是吃素的？这小家伙，哎，你看这感叹号，这肚子吃饱了，这是。哟哟哟！今天的天气正好下过雨了啊，特别凉快。他们走路也是跌跌撞撞，走得不很利索，但是基本上都站起来了，肚子都离地了，上厕所去了。老爸。哎呦，小海燕，我可记住你了啊，小海燕，小海燕。